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赛罗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吐槽。吐槽谁呢？那肯定会有被老黑了。如果今天没有吐槽被老黑，那就是不吐槽了。如果明天再吐槽，那就是明天吐槽。听一下哈，如果今天吐槽了被老黑，那里面一定有被老黑。我告诉你们，时间非常宝贵，小朋友一定要珍惜时间，知道吗？我们每废话一分钟，时间就会过去60秒。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吐槽来一波。不爱老黑，昨天在哪里啊？我在地球啊。原来你在地球啊？你在地球某个角落和母猪在看日落，可我却在光之国陪着格力乔度过。你在地球过得美吗？母猪亲你嘴吗？母猪会骂你黑鬼吗？会打断你狗腿吗？你这个家伙。我实在是太有才了，小朋友你们说是吗？像我这么有才还这么帅的奥特曼，你们确定不要给我点点小红心吗？这么黑的贝老黑，你们确定不要叫他一声老黑，再给他发送一个黑色的狗头吗？接下来我们吐槽第二位玉米棒雷德王，真是傻，天天都被奥特曼打，打了他还不服，最近还中了毒，只好来到烟囱上面做瑜伽。做瑜伽为了啥？就是为了肌肉发达，这也没用啊，毕竟他是出了名的肌肉发达头脑简单，那么大个玉米棒脑袋却只有那么一点点。到底是谁在说我坏话？谁敢说我坏话？我这就去你家找你玩，天天抢你的零食吃。切，小朋友们快来跟我一起吐槽他，他要是敢来我们就天天吃玉米。接下来就到第三位了，他听到赛罗我要来吐槽他，居然害羞了，一头塞进泥土里不敢出来见人。如果说让我和这个巴塔谢人对战，你们会支持谁啊？支持巴塔谢人的就扣一，支持我的就扣666，待会我赢了我就请你们吃小龙虾。 Nice。 小朋友千万不要听赛罗的，他根本就打不过我，而且他还没有长得帅，你们不要喜欢他了，也不要给他点赞，你们做我的粉丝，我宠你好吗？今天的吐槽大会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有想吐槽的就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先出去喝个芋泥波波捏捏奶茶，我们下集继续。